中文输入法 ZCIN 介绍。这个单元要为各位介绍 ZCIN 中文输入法。在 Linux 底下呢，有很多的中文输入法，那我这边只对 ZCIN 做介绍。各位可以打开 Google 搜寻 ZCIN。 那第一个呢出现的网站呢，就是目前维护这个输入法的网站介绍。那这篇呢是对于比较新版的无防毒呢或 Linux Mint 的做最新版的安装，好，你可以参考这一篇，好，去安装你最新版的 ZCIN 输入法。好，那我们的电脑呢目前已经安装好了，好，那我们可以从右下角的这个图示呢，我们点选滑鼠的右键，好，我们看一下设定工具。如果你是自己安装好的 ZCIN 的话，通常你要在这个内定输入法开启关闭啊这个选项去做设定啊。它原来的设定是把全部的输入法都选择使用，好，那如果我们在操作的时候一点下这个输入法的图示，会跑出一长串的输入法，好，那我们不需要，那你可以把不用不到的呢输入法呢先把它关闭啊，就不要选择。好，那目前我只有动到这一些啊，大意行列啊，仓颉注音，好，词音就是新注音的意思哈，跟微软的新注音是类似的。好，把这些打开，然后呢，如果你喜欢哪一个输入法，你可以把它勾选为第一次内定啊。那我的习惯是仓颉，就把它勾成内定。好，那这边有介绍怎么样切换成 ZCIN 输入法，好，按 Ctrl Space 啊，就空白键，好，你可以做变更。那我们维持原来的设定就好了，好。确定，好，结束。那在 Linux 底下呢，你要输入文字呢，一定要记得，好，您必须在游标停留在可以输入的这地方，才能够进行切换输入法。好，目前我是英文输入，我要切换成 ZCIN 输入法，按 Ctrl 跟空白键。好，第一个预设的是仓颉。好，那如果你还要切换成其他输入法的话呢，就按 Ctrl 加 Shift 键，好，往上那个箭头，好，你可以切换成其他的输入法。好，那记得您在输入的时候，我们常常有一个大写键，千万不要锁住哈。如果你大写键按到的话，你会发现，尤其在注音输入法底下的时候，你大写键如果开启的话，你会发现它是英文，好，维持英文的哈。所以当你如果发现哎，我的输入法明明就是中文输入啊，可能是注音啊，那为什么我按的还是英文字呢？好，就记得把大写键关闭，好，这样子你就可以切换成真正的注音输入法。好， OK， 那就是要留意的一点。那如果您在使用输入法的过程当中，好，我们可以及时切换成英文输入，例如我先打中文输入法，那我要切成英文的话，你可以不需要按 Ctrl 加空白键，你可以直接按 Shift 键，好，往上的箭头，你会发现它马上就切回成英文输入。好，可以注马上输入英文，好，再按一次 Shift 键呢，就变成中文输入。好，那这是它一个比较方便的地方。好，那 ZCIN 的输入法呢，就为各位讲解到这边。好，注意几个要点。第一个就是，如果你使用注音或词音输入法的时候，注意大写键不要锁定到，好，这是第一个重点。那如果您在使用中文输入的时候呢，临时想要切换成英文输入，好，您可以直接按 Shift 键就可以了哈，按个 Shift 键，你看图示已经变成了一个一，那就可以临时使用英文输入法。好，那这个单元就为各位介绍到这边。